过年的时候穿这套好不好？这粉色挺好看的。嗯，你看看，你看看，有点装嫩吧？不是，我就有点装嫩，算了。哎，周老师，黑色呢？啊，黑色这套，黑色倒是不出错，但确实这大过年黑色不太合适。算了，我再换一套。这套紫色还行吧？会不会有点怯啊？主要它这个质感感觉有点廉价，你觉得呢？哎呀，糖糖就是过个年，再说跟小蒋一家，哎，你紧张什么呀？我紧张吗？有吗？没有吗？没有啊，我去他家我紧张什么？你看看这套行不行吗？哎，还是这张好，这张好。你看看，你等会儿帮我弄一下啊，这手痛啊，痛得要命，这张帮我贴一下啊。你这个就是你过年备年货，用手过度。快，贴一下。我换一套，我换一套，你帮我看一看。哎呀，别换了，你漂亮，穿啥都好。快快快，我手痛，帮我贴一贴。想想明天不用打杂洗碗就很幸福。我可以把这句话当作夸奖吗？当然，虽然周老师嘴上说我们一天到晚想东想西搞事情，但我感觉他心里还是很乐意的。你呢？你乐意吗？话都被你说了。接了辆大车来请你们了，我们就沾你们的光了。哎，哪有啊，都过年了是吧？我妹妹就是考虑的周到呀。喂，小神，怎么了？喂，杨哥。我们刚接上大姨，现在准备出发了。我外公今天摔了。啊？怎么回事？严不严重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今天早上。我刚在镇医院拍完片子。医生说倒是不严重，但是得观察几天。我跟我妈本来打算让她住院，但是她不肯，非要回家。哎呀，这大过年的，谁愿意留在医院啊？对呀、啊。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啊？我刚进家门。那个酒店我们今天可能去不了了。但是我已经把年夜饭什么都安排好了。你帮我跟周老师还有大姨说声抱歉啊，答应好一块过年，你实在是赶不回来。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人没事就好啊。对对，人没事就好。你照顾好外公，照顾好易阿姨啊。谢谢大姨，谢谢周老师。那你们吃好喝好玩好，我把券的二维码一会儿发给糖糖。嗯，行，你放心，别担心我们。什么药这么贵啊？一瓶300，他怎么不去抢？叫你不要买，你非买，我不杀，说不杀就不杀。你今天啊，擦也要擦，不擦也要给我擦。人家医生叫你留院观察，你不肯；叫你卧床休息，你也不肯。你的脚有没有肿？是不是肿得像个小馒头？你怎么写年红？你是80岁啊，还是8岁啊？哎呀，陈谢，你懂不懂陈谢？这答应了人家，就得做到。这村里的每年的年红都是我在写，我不管，我不管你什么年不年红的。要不你去劝劝？我劝不动。你比我辈分大，你上。我可不敢，我从小就怕你妈。哎，是这家吗？是这家，我记得我以前暑假老来这儿，就是这家。啊，蒋诗妍，蒋诗妍，
哎，杨哥，哎，糖糖，你们怎么了？辉哥，辉哥，是赵老师，这是辉哥，关家好。你们不是去清水湾了吗？怎么过来了？没有，那个周老师就说约好了大家一起过年，我们就一半人算什么过年啊？我们就去把这个年夜饭都打包过来了，来你们这过年。哎，欢迎欢迎欢迎，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好！新年好！今天恭喜，今天恭喜！今天怎么这么热？新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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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给表弟的手办，然后还有给舅舅带的酒，舅妈带的那个护肤品。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带这么多东西啊？哎呀，大过年的应该带点礼物嘛。应该的，应该的。哎呀，外公怎么样？刚才我给外公擦药，他不高兴。我要休息，你出去。你们俩去看看，去看看外公怎么样。我给外公带了那个茶叶。哦，行，妈，我去看看。哎，你先去看看，去看吧，去看吧。外公好，待会儿我去看看他。知道了，知道了。我刚看他们差点吵起来，都没敢进去。哎，等会儿。你们头发。我弟弟就在隔壁，也有房间，很近。眼光还挺好，走吧。走。你们别说啊，糖糖和蒋石爷嘛，还真是般配。你看啊，糖糖在银行当领导，年轻有为；蒋石爷自己开公司当老板，那一休发展的多好啊！前段时间我还看着上了个什么什么财富榜，哎呦，那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哎，你说还真是哈，他们两个人啊，又是高中同学，又是大学同学，按理说啊，知根知底的，怎么就没在一起呢？他们俩呀，不可能。我们啊，看着他们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蒋师爷呢，却是拿糖糖拿我们当自己家里人。以前啊，我真担心我们家糖糖早恋，结果我发现，哎呦，他们俩纯洁的不能再纯洁了。蒋诗妍一直把糖糖当大哥的，你们没有发现吗？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糖糖一瞪眼，蒋诗妍立马就怂。我记得有一次啊，中学考试的时候他没考好，哎，还跑到游戏厅去打游戏，糖糖知道了，往游戏厅门口那么一站，蒋诗妍一句话没说，提着书包就跑。说真的啊，如果没有你们家糖糖，蒋诗妍恐怕连大学都考不上。所以蒋诗妍自己都说嘛，糖糖是我的恩人。恩什么恩不恩啊，他们俩这辈子啊，就是纯粹的兄弟情。反正就是有缘分。是是。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把桌子搬过来，快搬这儿来，快。好。来来来，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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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来来来，不开不开不开。嗯，哎，啊，哎，快过来看阿姨，车开车开车开，来放，把落放好啊。老爷子是咋摔的？这不是心里想着要写年红嘛，早上到楼上呢去拿纸笔砚墨，然后呢走到二楼的拐弯处，不知道怎么搞的，是把脚扭了，不是摔，摔了还得了啊？哎呦我的乖乖，严重不？感情我是罪魁祸首？不是不是，你不要这么想，村子里每家每户都要写一份的。怎么都得写？哎呦爸爸，你现在站都站不稳，你怎么写啊？我在床上写。没事儿，我到镇上去买一份也行。哎，不行不行，那得手写，这是规矩。你也不用买了，我有办法。爸爸，我的救兵马上就到了，我老闺蜜周老师，高级知识分子，语文特级教师，她写的那个字儿同样是惊鸿游龙，力透纸背。别卖了你那个半吊子诚意，周老师可以。文化有底蕴。是的是的是的。
他来写。走吧。哎，太好了，太好了，我的救兵来了。糖糖，你帮大家写写年红吧。哎，我这好久都没有握笔了。试试吧，试试吧，试试吧。哎，试试吧。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磨磨啊。好，那我试试吧，手都僵了。再磨点。现在的年轻人写毛笔字的不多，周老师，你女儿也这么厉害，谢谢。这就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哦，是啊是啊，周老师有福气了。哦，糖糖写的可以啊。你们不知道，我这个干女儿不但人长得漂亮，学历还很高，经济学博士，在银行做处长，真是厉害，真厉害，真厉害呀！你好福气啊。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都这么出头，一个处长，一个总裁呀。我没什么，主要两个孩子自己很努力。对，对对对。糖糖，你给大家写年红，我去帮忙。哎哎，糖糖给我吧。可以。哎，表叔表叔，你让给我吧，我们都先来的，等很久了。我们都还要要。对对，放心，放心，都有都有。等了好久。多写点。哎，我也给大家画几个福字画。哎，好啊，好啊，好啊，我们都要，我们都要，都要啊。就是漂亮，要看你。哎，不错的。这个画也画得好。他画的啥？兔。哇，小兔，好可爱啊！小兔。哦，不错，好可爱。嗯。哎。哇，真不错，真不错，这个好看。给我画一个，我要一个这个福字。还有这个小兔子，正好今年啊是兔年。你还别说，几个一个写一个画，还挺登对的。是啊是啊，好般配。帅啊！唐处长，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蒋总啊？长得又帅，又会挣钱，还是我们村的村草。你看这个面相，一看就很疼老婆。是是。我跟唐处长是多年的好朋友。那友情和爱情都是情呀，就差一个字儿，变不去，不就一瞬间的事儿吗？是吧？是是是。给，你的作业。哎，他自己动了。够了。糖叔自己吃。我们之间连这么点信任都没有了吗？那必然是有的。够。哟。我也来一个。你看我这。这是什么？哈，这个都是我小时候玩的玩具，弹弓啊、弓箭、车什么的，全都是我外公亲手做的。全都是外公做的吗？这个也是。对啊，他以前是做木匠的。天哪，手艺真好。我妈从来没有给过我新的礼物，但是每年给你的从来不拦的。因为我是贴心小棉袄，但是你漏风。我能不能开通一个说好话的服务啊？包月行不行？包月利润太低了吧？包年我还考虑一下。哇，小珍珠，你别说，依阿姨眼光挺好的，真好看。我给你戴上。好，你帮我戴上。
好看。是好看。那你帮我摘了吧，我现在也不戴。这个是压抑年轻的时候吧，真漂亮。旁边的是他的表妹，村里都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啊，这是你吗？多大的时候啊？三四岁。对，拍照的时候还笑哈哈的，下一秒就掉坑里了。哪有坑？就在那儿。哦，挺呆的。还有这个，你看，满脸沾的都是饭。正常的妈妈肯定都是先把饭擦掉。我妈第一反应就是拿着我舅新买的相机给我拍了张照。哦，这个是挖掘机吗？哎，我发现挺奇怪的，好像每个男孩小时候都选挖掘机。这还真是，看着挖掘机，小时候都走不动道，摸着牡蛎似的。那这个是谁？我记得你只有表弟，你没有表妹啊？这个，别人亲戚家的吧。抱一抱也没什么。蒋师爷，这不是你吗？哦，你以前的穿搭很特别啊，蝴蝶结的小帽子，再加上一个粉色蕾丝连衣裙。我妈喜欢小女孩，那小时候哪个男孩没扮成过女孩啊？挺特别的，我拍下来。你要干嘛？哎，你别拍了。我拍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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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张。拍它干什么？拍个近景。我发群里，给他别发群里。我给你发红包行不行？发红包没有用，我不接受贿赂。我别！哎呀你！分不清朋友还是爱情，黑夜里你是我的星星。我刚刚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影过去了。哦，哦，没东西啊。那是不是有个猫什么的？我没发群里。亮哥，对不起，亮哥。不是，不是我。我刚刚我。唐唐，蒋师爷下楼放烟花了，马上12点了。不是我来了，我先下去了。好热闹，好喜庆啊！行，一会儿给你很久没有
这么热闹的。给你的照顾。哎，儿子，让你下，让你下。哦，真好看。快新年了呀，快过年了，我们一起新年倒数。5、4、3、2、1。想念占据在每一处，也问着自己，我要不要认出？时间是想要给你的礼物，陪在你的身边，再漫长不认输，也不怕有多辛苦，想和你走着走着。蒋师爷，你怎么来了？我看他们群里说要去玩剧本杀嘛，你没去啊？哦，聚会你又为什么没去呢？哦，我刚刚听冯蔚然说，你临时要去接你一个什么远房的大表哥啊，一听就是个借口。啊，那不是借口。我姨妈听说外公摔了，很担心，叫表哥过来看看。机场离我外公家又远，所以我妈叫我去接。哦，好吧。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躲着我呢。我干嘛躲着你？所以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对吧？那你是希望我们跟以前一样？对，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一直都觉得我们能在互相身边是最重要的。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哎，所以那些什么小插曲、小事故，不能影响我们，对吧？所以，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直是朋友，是好兄弟。哎，不是你要跟我结拜的吗？你口口声声非要喊我哥，我从来都没让你喊我哥的。那你是样哥，我不像你两个叫你大姐，还是叫你大嫂。蒋师爷，你是不是皮痒啊？是不是？朋友。我以后要多叫你唐阳，少叫你杨哥。不都一样吗？反正你之前也是混着叫的，有什么不一样？心情不一样。随你，都行。外头也挺冷的，进屋坐坐吧。哦，不坐了，我跟他们说我出来办点事儿，还得回去跟他们玩剧本杀呢。我开车送。哦，我开车了。啊。那慢点开。嗯，放心吧，你今天来来回回也挺折腾的，你赶紧休息吧。哦，再见。再见。蒋时言，
我们一起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这话你刚才说过。嗯，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未来还会经历什么，谁也不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你一直都会是我身边最重要的。当一束微光落在我肩膀，人照亮每个有趣的地方。最重要的人是有多重要？就像我爸妈那么重要，不可或缺。走了。像爸妈一样重要是像亲人还是亲兄弟？大忙人回来了，我刚下飞机，我本来想跟你发微信的，结果对一直在打电话。我听说你们是不是开始融 C 轮了？对，老样子，你是顾问。但是我听说汇商下面有几个基金也在接触，所以哦，我明白明白，对对。需要避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哦，那个周老师让我给易阿姨送灵芝粉。啊，他们俩不是天天在一块儿跳舞吗？这。哦，对对对，我懂懂懂，特意送过来显得郑重一点。我主要吧想过来看看易阿姨，然后看看这些花草。哦，对，主要是看看她开没开花。就是不看我，我哪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毕竟咱们有几辈子没有联系了吧？几辈子也太夸张了。那要不进去坐坐吧？还是你想出去吃点什么东西？哎，你要是忙的话，我可以开车送你们走。你等我半分钟，算了，我把行李就放在这儿。没事，我开车了。我回去了，我走了。哎，定，不许动啊！唐叔，你有没有证？你刚下飞机，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走了，不许动啊！姐。哎，蒋总，要不要我等会儿一起陪你？不用，你忙了一天也怪累的，刚好顺路，一会儿先把你送过去。好的，蒋总。
就是平时有时候特别那啥。然后吧，哎，这咋了？走了。我你有多厉害了？我大姨去香港出差，明天回来，说给我带了一双限量版的球鞋。你怎么又买球鞋？你买什么？不是，没问题啊，还不错呀。对呀，你咋了？我肉丝啊，我多拿点肉。你这，不至于吗？身体不行。你这，如果说今天食堂这饭看着太没食物，那鸡肉巨好吃。哎，对，我还想问你，我发现你怎么最近总躲着样哥呀？你别说，考试之前他带我做了3道大题，考了一模一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一道没做出来。一模一样，你一道做不出来，你还是人吗你？我不是，所以我拿到卷子之后都不敢见他。要是被他逮到，就一个字，啊！不是，你们做卷子去啊？你怎么在这儿？张志兰说，志兰小鲁不是他一个人的，是他和其他十个军嫂共同的心血。所以联名酱上的 logo 要用11个人的合同。老板，新年好。策划那边的意思是说人太多没有重点。你让他们用简笔或者是漫画勾勒一下层次，或者是调整一下人物之间的站位。你记住了啊，我们跟志兰小鲁的合作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不要舍本逐末。好的，我会传达下去的。蒋总，联名酱料原料厂的合同都已经过完了，在正式生产前你要不要亲自去考察一下？肯定是要去的，我到时候会跟品控那边一块过去，等约好时间之后告诉你。好，去忙吧。好了。哎，你来了。那个样哥他们马上就到，他帮汇商信用卡中心的人来聊那个信用支付的合作。他直接找你了？对啊。他为啥不找我呀？他找你干嘛呀？咱们公司财法行政不都一直我管吗？你什么时候管这个了？是归你管，但我没说我不管吧。那我考考你，咱们公司的基本户都开在哪个银行？开在哪个？开，行了，我又没说不让你管，一会儿开会的话你一起去呗。我就不去了，你一会儿跟他说我不在。啊？那我们把合同框架整理好发给您这边。到时候我们再约第二次会。好的，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沟通。好，谢谢，等您消息。好，走了。哎，对了，慢走。唐处，那个蒋总给您订的那批酱料，下午就能送到会上。好，谢谢。好，去送下来。来，去。服务员。蒋师爷呢？他有事儿。有事儿？啊。刚过完年，他就不来上班了。他本来要来开会来着，那不有事儿吗？就临时走了。行，那我走了。啊，你慢点啊。亮哥。啊？哦，我去一下。去。怎么了？怎么今天不忙？我跟同事过来开个会，聊一个信用支付的合作。那还顺利吗？还行，都挺有诚意的。那就行。你今天看到蒋师爷了吗？我刚刚还看到他了。哦，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算了吧，我还要回会商，还有事儿。那行，去忙吧。我走了。拜拜。拜拜。后面发了个微信，啊？没事儿。哼。冯总啊，这个新送来一个这个蛋糕还挺好吃的，尝尝。来了，小贾，放那儿吧。开会开怎么样？说什么了吗？就是合作方向，大概框架，没了。啊，那样哥呢？样哥。说什么了？表态了？你又不是不认识杨哥，你那么关心，你刚才开会怎么不来呀？这启动第一次会议，我参不参加不都没关系吗？啊，我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正常了解一下合作方。我们的合作方呢是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不是杨哥。啊，
哎，你给我吃了一块儿，我这半天没吃饭了。睡了？睡了，讲了五个故事。我天哪，快来给你捏捏。哎呀，哎，我还没跟你说完呢。嗯。我跟你讲，我就感觉这事儿吧，特别奇怪。怎么奇怪了？你说平时要是唐漾来我们公司，那蒋诗妍都恨不得去会商去接去。嗯。这今天，不仅不去接，还躲着不见。哎，你知道他还问他什么？啊？他问我，他说，哎，开会的时候样哥都说什么了？这很明显就是两个人没通气儿。真是，这奇怪了，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我在怀疑啊，会不会是严狗做了什么对不起样哥的事儿？他现在心虚，不敢见他。不可能，他俩关系那么好，天塌了他俩都不可能掰。不知道，哎。老婆，你可千万千万别跟样哥说。放心，我不跟他说，我嘴严着呢啊。你说这蒋诗妍是不是很奇怪？所以说，我去一休开会的那个时候，其实他在，他是故意躲着我的。对，冯丽然还猜说是蒋诗妍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呢？也没有吧。是吧？我也觉得不闹。你说你俩关系那么……哎，我那条真丝的领带，你给我等会儿啊，马上。啊，哎，小小，我不跟你说了，冯伟然不让我跟你说的，早点睡啊。拜拜拜拜。嗯，晚安。小野猫，越优秀的女人越容易激起男人的征服欲。甘处喝多了吧？在信审处。还没有人能从我手中截胡案子，没有人能越过我拿到总行优秀。你越出类拔萃，对我阳奉阴违，我就越对你好奇。你是觉得我不敢跟你闹翻是吗？什么理由啊？嗯？会商内讧，唐富不想要前途了，只是为了让其他银行看笑话，还是说？性骚扰啊，嗯，是不是"付出"两个字挂你头上特别不舒服？我只是路过，不小心碰到，就想找个理由把我取而代之啊。我豁得出去，你要不要也豁出去试试看？吓唬我？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你可以试试看我敢不敢，反正也是你的命先没，而且这里是酒店，这两边到处都有监控。好，你下次能不能练一练如何把别人打伤的同时不打伤自己？我打的时候怎么注意得到吗？不知道有没有玻璃渣。
咋样？易阿姨倒是一直都叫我糖糖，但是你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叫过我。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你说。之所以叫你燕哥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演威尼斯商人反串，觉得好玩跟着叫。还有一个就是那会儿我们整天都在一起吃饭做作业，还记得吧？记得啊，因为我们家周老师经常不在家，哎，就算他在家他那个饭做的也很难以形容，所以易阿姨每次做了好吃的就让你给我带一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不就传咱们俩早恋吗？我怕老师误会给你添麻烦，所以叫你两个。谢谢你啊。其实，那并不会给我添麻烦了。哎，那个时候老师嘛，就死盯着成绩，我的成绩一直在上面，你的成绩还一直往上涨，老师高兴都来不及呢。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可能是我打心底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吧。毕竟你是那种凭一己之力拿够全校平均分的人，而我本来可能考不上大学，要不是你帮我。你和易阿姨你们俩总是这么说，但其实你高一高二跟不上是因为你比别人少上一些补习班，少刷一些题，因为你要帮你妈妈做事儿嘛，你根本就没有时间。但其实到了高三之后，大家都不上新课了，就开始疯狂刷题，你也靠自己刷上来了呀，你学习能力又不差。但是你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好呀，喂，周老师。喂，妈，怎么了？哎呀，你慢点说，我听得到。哎，你不用着急，慢慢说。啊？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啊，行，我现在回来。哦，好，那我马上过来。嗯，拜拜。拜拜。走吧，走，走吧。有优惠券。蒋师爷，这个优惠券怎么用啊？哎呀妈，你别弄了，我明天帮你买吧。刘师傅，你一会儿下了高架之后路边停一下，你先把我妈送回去。你去哪儿啊？去公司。这么晚了你回什么公司啊？帮你买鸭脖。买鸭脖也用不着这么急呀。好像有很多能说的，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那时候总觉得你对我特别好，不知道怎么还你对我的好。
其实你们到家了吗？我现在过去找你方便吗？会不会有点晚啊？我现在出发。你怎么跟叶阿姨说的？我说我公司有急事儿。那你赶紧去公司吧。那我去了。别走。我不走。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回来的？你说让我说说吧，我就说说。但是打字太麻烦了，所以我就自己过来了。那你说吧。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直没有跟你说。就是我之所以创办了一宵好吃，根源在于你。燕哥呢？咋没过来？他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去了。啊，没事吧？估计又是拿来一等奖受表扬了吧？哎呀，这好学生就是好，天天受表扬。燕哥，那是燕哥在哭吗？哎，哎，哎，让一下，哎，哎，哎。严哥，严哥，你怎么哭成这样啊？不是，校长是骂你了吗？不是，还是欺负你，我去揍他。校长怎么你了？我眼睛辣，特别辣。啊，我去校长办公室的时候，我正好腿上被蚊子咬了个包，我就借了点风油精，抹完之后我就忘了，我就手就揉眼睛了，我就一直流眼泪，我睁不开呀，我。哎呦，我的天！好辣！来来来，我帮你吹吹，吹吹啊。不行，好点吗？不行，风太大了，不行不行。你别吹了，赶快去洗一下吧。啊，行行，走走走，走。哎，走。哎，不行，去哪边？去这边啊，厕所在这儿。去厕所咱们怎么赔啊？去水房嘛，走。哎，不行，哎，风好大，风好大。等一下，快点。风好大。啊好点没？我好不好？我一点都不好。你忍着吧。本来以为去医院看完肝硬就可以直接回家的，又被叫来开会。来，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家？哎呀，嗯，我今天下午跟蒋时彦打电话的时候打到一半没说完就给挂了，那你说我现在是应该打过去，会不太自然，我还是给他发个消息呢？打过去不就得了吗？想那么多。但
是给他打电话的话，就会显得不自然。哎，杨哥，这么巧啊？你好。你怎么在这儿啊？刚才我部门他们同事聚餐，我吃一半就出来了，否则他们会特别不自然。我没想到走两步就碰到你了，这么巧。是挺巧啊。自然，这下自然了啊。好，走了。什么自不自然的？啊，没有。挺自然的。开车了吗？没开。那我开了。那坐我车走。正好。正好。走吧，走吧。那是正好坐你车吗？对，正好。你今天要过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万一我下班直接走了呢？我这不也就是碰巧走过来了吗？刚好看到你。对了，你今天话说一半，是要说什么？没什么。好吧。我们一休最近在整理线上有价值的美食品牌，以后咱们可以经常去吃好吃的。咱们真的是有福同享了，口福也算是福吧。算。哎，我来。你们是打算在现有的线上品牌再推出自有品牌啊？不止。我们之后会做一系列一休的美食品牌集合。我们第一步就相当于是基于线下的美食体验共享到线上嘛。第二步呢，就是线上做美食品牌的整合，然后再重新铺开线下，这样我们的美食互联网才算是完成了一个闭环。哎呀，你什么都跟我说，你也不怕我泄露你们的商业机密？哼，你应该问我有什么是不能跟你说的。有什么是不能跟我说的？不是说要顺其自然吗？那如果不顺其自然呢？我们俩之间好像没什么秘密。谢谢蒋总送我回家。说这些，应该的。走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上去了。没事，我看你上去之后再走。那你早点休息。早点休息。晚安。晚安。
我走了。走吧。真走了。谭燕。嗯。那个，特别好吃，尝尝尝尝。好，好，谢谢。哎呀，拿一个怎么行？够了，多拿点。那么客气干嘛？哎呀，我这够了。上次孩子的事情啊，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没有，没有啊。来，我们先哥尝尝，多拿点。呢，哎，你也拿。哎呦，谢谢谢谢。多尝尝，多尝尝。太多了，太不容易。小事儿都。你们先忙着啊，晚上早点回去休息啊。那我就先走了啊。好，再见。那个时候，我每去吃一家店，我都会想，要是样哥在就好了。所以我吃到特别好吃的店的时候，我就会专门记在手机备忘录，想着有一天等你回来之后，带你去吃。可后来你终于回国了，又去了会商，又有总行的培训，轮岗，外派。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你才终于真正的回来。可是我手机备忘录上的好多店都已经不在了。还是有一些会在的吧。肯定有好多孩子。那你可以一家家的带我去吃。我刚才不是说吗？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还你对我的好，因为你是真的对我好。但是我又不知道你是不是对别人也这么好，所以总是有些患得患失。我很喜欢这样，喜欢我们下班之后一起去约饭，吃吃喝喝，等到节假日的时候一起逛街，一起约着打球，等到加班的时候就各忙各的。我真的很想就这么一直好下去。但又不知道能好多久，什么时候好会变成不好，会让你不高兴，会让你不开心。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女主呢，在毕业那一天，对着那个喜欢她的男生大声的喊，说。我喜欢你，是那种同学之间的喜欢，是同桌之间的喜欢，也是17岁、18岁真心实意的喜欢。其实我也很喜欢。
或者说我很习惯每天跟你一起晃来晃去。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陪伴着彼此，所以那段时间我一个人不在蓉城，我也没有觉得很孤单。但是我也会想，想我们这种喜欢到底是什么样的喜欢。那我们要不顺其自然吧，就还是像原来一样，不用刻意去改变什么，也不需要患得患失。我们之间已经有足够的了解跟默契了。顺其自然是怎么个顺其自然？就比如说像现在这样，要是想见面了就跑下来见一下，如果说忙起来顾不上也没有关系，不用有压力，也不用去证明什么，更不怕失去。喂，妈。哦，我下来倒个垃圾，马上上去了。嗯。妈。晚安。外头挺冷的，咱们进去吧。啊？你看，这是什么？你看呢？看什么？看你的白月光啊。我哪有白月光啊？你有。我没有。你有。没有。你就有。真的没有。有，常心怡就是你的白月光。我真的没有。没有。好好好。我有，我有。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吗？你说我有就有，你说我没有就没有，好吗？那我就是说你有。你刚刚也不承认，你就是有一个白月光。我真的没有，但是是你刚才说我有的。如果他是你的白月光，那我是什么？他不是我的白月光，但你是我的小太阳。小太阳。小太阳。你过来。啊。你慢点。来。哎，向哥，这。小太阳。严哥上来说这是一个顶灯啊，小太阳就是浴霸，咱们以前浴室用的那种，有一个大灯泡很亮很暖。
所以你说我是一个顶灯？我不是说你是个顶灯，你是个浴霸，啊，不是，你是个小太阳，你。曹燕，你是不是生气了？你是不是听到了？我要送长心仪，你不高兴，但是是你让我送的。他让你去接他，那么你就应该去把他送回去啊。你不会吃醋了吧？哎，你不要瞎说啊！我没有，我不是。那你生什么气？我没有生气啊，我现在特别开心。好了，你不要再说话了啊。觉得你长得特别像那个见色忘义的蒋诗妍。你看，你看，你看这个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巴黄色的。哎，有没有红了？所以你听到我要去接长心仪。你不高兴？不高兴。你是不是讨厌见色忘义的蒋诗妍？讨厌。那你是不是不希望他跟别的女生有任何的关系？不能说。咒语解除了。其实我，连你这个嘴巴长得红红的、软软的，好像特别好亲的样子。长心仪亲过你，亲过几次？那你不要说，接受不了。啊，不对，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没事，你说吧，我接受得了。哎，我其实接受不了，我是个懦夫，我接受不了，我也不想听。没有亲过他，我就跟他吃过一次饭，还有一次是陪他买出国要用的东西，我真的没亲过他，手都没牵过，没亲过。那咱们俩亲一下。亲一下，但是你不许跟别人说。我当你是兄弟，你居然敢亲我，受死！分不清朋友还是爱情。算了，不能趁人之危。你
是我的星星。蒋诗言肯定跟你说过，他跟常青谈恋爱了呀。说过，哎呀，不是，我主要我那个时间也太久了，我当时不关注这些，我就不记得说没说过。哎，那你说，他的初吻是不是也是常青怡的？那肯定的。啊，是呗。老实说。当年班里都在传你和蒋诗言早恋，后来他管你叫哥，我们这才发现你俩是真铁磁呀，纯纯的铁哥们兄弟情。这十多年过去了，一点没变。其实有一个这么好的异性朋友啊，我觉得谈不谈恋爱也无所谓嘛，反正呢有事儿也总有人帮忙，老的呢也不怕孤单。但这可不一定啊，毕竟这好朋友跟伴侣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俩现在呢是在忙事业，没工夫找。等到其中一个人找到了另一半，这个友情还能不能继续，真的就不一定了。尤其是蒋诗言。哎，瑞丽，哎呦，我去跟他聊两句啊。我刚刚都没跟你聊。听说你们现在是在做那个机器软件开发是吧？对，我现在长期合作的几个伙伴都是国内比较咨询的机器人开发商。是吗？对，我们刚刚跟他们谈了那个软硬件集成。哦，是吗？嗯。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现在这一块的市场需求增长特别快。哎呦，混口饭吃。哎呦，恭喜，这个太好了。怎么这么开心？来，吃点水果。哎，谢谢。哎呦。哎，给水果给我吧。哦，好。你接电话。我接个电话哈。喂。哎，吃水果，谢谢。我觉得快了。什么快了？你说像蒋诗言这样的钻石级单身汉，那有多少女孩对他心动啊？对吧，冯瑞然，你跟他最熟了，你最清楚了，你说说有多少吧。啊，这话别问我啊，我是一点不清楚。你要打掩护。我说冯瑞然，当年你是不是也喜欢常青怡啊？啊，当年除了我，谁没追过他？是吧？哎，你当年追的最狠。但是我觉得呀，常青怡还是跟蒋诗言更配。冯瑞然，常青怡给我打电话说她走错门了，到后门不太好找，咱们俩出去接一下她吧。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吧？常青怡就是蒋诗言的。哎呦，她先跟冯瑞然打的电话打不通，才打到我这儿。你别解释了，我连她微信都没有，可见你俩一直联系着呢。行了，别八卦，绝对有问题。常青怡来的就是不一样，还得两个人一块儿去接。哎，他们都迫不及待想看到当年女神了吧？我让她在湖边等着，别掉湖里。司机在，你坐我车回去，你把车留在这儿，明天早上再过来看。我交代一下。严狗，你送心仪回去，他不是住那个洲际吗？你顺路正好就给带回去了啊。我送完心仪再把严狗送过去呗。没事，我自己打车就行。
我明天早上要上班，我要开小白，所以我交代驾就行了，不用管我。我明早再过来接你。哎，站住！干嘛呀？啊？就这么简单个事儿，至于吗？磨磨唧唧这么半天。嗯。你一会儿让小王开一辆个车给他送过去，不就得了吗？你要是不放心，我跟着一起送到家门口，行了吧？这可以，那就这么定了。这样，小王开我车送我跟冯悦然走，你们俩走，就这样，走吧。走吧，走。哎，心仪，下次再约。啊，能行吗？这送回去啊，到了说一声。天哥，你来了，就差你了，你赶紧过来，过来。对，我们正好三缺一。亮哥，你没事吧？我没事，我跟哥几个喝酒呢。你来了就好。我总归是拿你当兄弟的。这样，是第一杯，我先干了。哎，你别喝了，你别喝了，我干了。真爽快。唐阳。嗯。你喝多了，我去给你弄点蜂蜜水，你等我一下。谁喝多了？谁啊？没有人喝多了，你没喝多。不是你喝了吗？你就在这说，你喝了吗？我喝了，来。谁让你喝了？我就这么点快乐，你都跟我抢是吗？大坏熊！哎哎，我打死你！别打他，别打他！我是大坏熊，我是就你打。我打他！你打我，打我疼，手疼。朋友，你手都抽红了。这样，我们一起去喝点蜂蜜水，好不好？行，我扶你起来。哎呀，不，我不扶你，咱们手拉手，手拉手一起去喝点蜂蜜水，好吧？走，慢着点啊！我今天请了两个小时假，赶这班4:30的，这样6点就能到了。上车了，微信我，我去火车站接你。好。上车了吗？出发没有？喂，亚楠，你跟样哥有联系吗？没有啊，我那天回家之后再没见他了。没有，我一下找不着他，我现在刚才还跟他说了，他一下没回消息，我有点着急。他估计手机没电了。行行行，好好好，我再联系联系啊，啊，拜拜。哎，样哥，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到哪儿了？怎么不说话呀？哎，刘师傅。哎，
你把那个车给我开到前台，我现在马上要出发。啊，好的，好，好，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哎，蒋总，什么事儿？哎，雍总，我想问一下，您今天有没有看到唐漾啊？啊，我中午下楼拿外卖的时候还碰见他来着。我问他周末怎么过，他说想出去玩两天。怎么了？啊，没事没事。那你们今天有没有临时什么特别重要的会啊？有倒是有，总行信用卡中心和我们部门开会，刚开完。但唐漾他们不用参加的。哦，好好。您有秦月秦副处的电话吗？我发你。啊，好的，谢谢。手机关机很正常，也许手机没电了。你妈不是经常手机关机的？可是，她关机好几个小时了，她同事也找不到她。他下午还在正常上班啊，别着急，小姐，先喝口水。哎，谢叔叔。哎呀，他可能啊是外边没有充电宝。我有一次也是这样。你好意思说？周老师，周老师，我那一次啊真不是故意那么晚给你回的，那不是手机没电又没有充电宝吗？这不跟这个事儿是一样的吗？你也别生气了啊。哎，小姐啊，对，他回头有电了就会跟你联系，别着急。啊，行，那我再去找找。哎，慢着，杯子放这儿了。慢点啊，小姐别急啊。好。你说说这孩子急什么？不就手机关机吗？先生，啊，我问了庄行长了，他调回荣城之前，轮岗遇到的一个领导出事了，经侦正在找他配合调查。放心了。哦。您留步吧，这几天也辛苦了。啊，没有，都是应该的。希望这些资料对你们有用。这种内部培训的案件分析，在我们外面其实很难找到的。谢谢你能借给我，我回去会看，我看完以后还给你。拜拜，谢谢。朋友，蒋诗言，没事吧？看看，有事儿。什么事儿？就是他那个酒店洗澡的那个淋浴啊，水特别小，忽冷忽热的。我这几天就没有一天洗了一个痛快澡，而且他们那个。那洗发水是不是有味道？特别奇怪的一种味道，我就总感觉我像是一个从端午放到了中秋都没有人吃的粽子。你赶紧上去吧，我妈还让我给你买了艾草，让你回去泡澡用。哎呦，我刚刚就跟他们说了，你说买这个干什么呀？我又不是进局子了，真是的。哎呀。跟老师们交代了，能不照办吗？天哪！哎，刚才那个是谁？金针的孙队长，他特意送我回来的。队长这么年轻？还好吧，33岁。哎，你知道我妈刚才多过分吗？还有你妈，嗯，他们在楼上就一直问人家什么出生年月、老家哪里的、哪个学校毕业的、家里几口人，全部都问了一个遍。哦，他单身吗？听起来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所以说，蒋诗言他拒绝了，或者说。他目前暂时不考虑跟你们赫德律所合作，是吗？嗯，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没有仔细考虑这个事情，他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跟我们律所合作能给他未来的融资，包括最终的上市环节所能带来的价值。
我们在整个合规性上可以给一休提供帮助，而且包括在公司整个架构结构，还有承销机构的选择，很多方面我们都有巨大的能量还有资源。但这好像更属于冯然的领域吧？最后做决定的是蒋世炎嘛，冯蔚然应该没法说服他，他就是听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说目前还没有上市打算，所以就先不考虑合作了。我明白了。但是你找我这个非一休合伙人也没有什么用啊。首先，以你的专业背景，你应该更理解我们的价值，可以帮助我解释给蒋世炎听。其次，他应该更听你的。他虽然是叫我样哥了，但他的公司走到今天靠的是他自己的团队合伙人和他的决策以及对市场的理解。你有点太高估我了吧。大家都以为我跟蒋世炎谈过恋爱，但其实不是那样的。那个时候我打算出国留学，有一天我出门正好碰到蒋世炎，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我拉他去看了个电影，正好就碰见张彤他们，他们就误会了。那段时间你刚好不在荣城，我呢大概因为快要出去留学了，所以对这个城市格外的留恋，就时不时的拉着蒋世炎陪我到处去逛逛。然后我发现他吃到好吃的第一反应是带你吃，看到好看的电影第一反应是带你看，我们两个人出门总感觉多了个你。我觉得也挺没意思的，直到我走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他也没有跟我提要来送我，最后就这么散了。你可能自己还不知道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我跟蒋世炎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但是我们也从来不会对对方的决定进行干涉，他想做的我全力支持，但是他不喜欢的事儿我也绝对不会强加于他。你们律所的合作要是他觉得有价值的话他会选择的，如果他说了他现阶段不考虑，那就是真的不考虑。如果你觉得他是没有看到你们的价值而拒绝的话，那只能说你不了解他，或者说你不适合做他的合作伙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应该是早两年的时候，一休美食的视频团队曾经出过一期视频，它是分上下级的。上级的大概意思呢，就是讲一个很知名的餐厅被人举报用了劣质食材，下级呢是根据他们的查访发现这家餐厅没有使用劣质食材。当时视频团队想着说分上下级播，先播上级吸引眼球，再播下级反转。当时蒋世炎特别生气，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啊，这个视频播到上级的时候，这个餐厅的运营者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啊，可能都等不到播下级的时候这个餐厅已经被冤死了。所以他要求视频团队重新剪辑，要一开始就要说明真相。你如果仔细研究过一休，你就会发现一休的美食笔记中不是只有爆款达人的视频会获得推荐，很多普通人的视频也会在推荐位上面，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急迫地追逐资本，他的融资包括他的业务拓展都是遵循着他的规划和节奏。总而言之，就是你今天说的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上。我之前跟蒋世炎说我羡慕你，现在我羡慕蒋世炎。Thank you.
你说中学时期我们怎么就没能成为好朋友呢？我们现在成为好朋友也来得及啊。没能拿下未来五年我最有潜力的一个客户，但是换来一个好朋友也还行。我也觉得还行。哎，常心怡。喂，蒋诗言，我明天准备走了，希望你有上市计划的时候能首先考虑我们律所。好，如果真的到那一天，我一定好好考虑。有些话我想了很久，还是想跟你说。我一直觉得初恋就像烧开水，常常人早已破灭了。你是不是非得等到唐漾跟你闹掰了，你才知道你自己喜欢他呀？还是说，你就是一个死心眼的傻子，不知道添把柴加把火，你就这么一直守着水开，那要是热度不够守不到呢？谢谢，我已经在添柴加火了。就知道你聪明，挂了。拜拜。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谁能替我一下？我来。杨总，喝水。来，杨哥，喝水。啊，谢谢。没想到你打这么厉害，杨总。还行吧。蒋诗言，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是拿过羽毛球亚军，是吧？是吗？我都没听他说过。很谦虚嘛。唐处，蒋总。哎，孙队。哎，我给您二位介绍一下，这是我同事王阳。他因为今天有点事儿啊，所以来晚了啊。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汇商银行信审处副处长唐漾。哎，你好，你好，唐处你好。这位呢是我们这次联谊活动的组织者，一宿好吃的蒋诗言蒋总。蒋总你好。唐处，我刚才看您球打得不错呀。不可能。王阳，一会儿跟唐处 PK 一下啊。好啊，你们打的双打吗？我跟唐处配。啊？我行，我可以。那蒋总，要不咱俩打他们？我们俩大老爷们儿，你又是运动健将，这有点欺负他们吧？汪洋原来是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羽毛球冠军，他打咱们俩绰绰有余，是吗？我每回跟他单打，到最后都被他累得像狗一样趴地上，累死了。我累得像狗一样，那我今天可以看你现原形了。再往那边说。那来吧，我们切磋一下。行行行，好好学习一下。来来来来。
呀，小齐。久等了，小齐帮忙，来先看一下。好，谢谢。大概给您二位介绍一下哈。我们青睐艺培啊，主要面向于学龄前到初中，课程呢主要包括美术、声乐、模特、播音主持、舞蹈、书法、钢琴、提琴等等。不管是师资、环境还是教学质量，在市场上都是一流的。因为我们家小齐他比较喜欢画画，所以我们就想报一个画画班。但是我们送过来一下午嘛，除了画画之外，还想让他学点别的，这样我们接送一趟也不浪费时间。是。也想培养一下他其他的兴趣爱好。那您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声乐啊、钢琴或者是舞蹈，比如说街舞。哎，街舞行，街舞行。那收费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画画的话，周末班是45分钟一个课时，一次呢都是上两个课时，20个课时一个阶段，一次性买一个段啊是2600，同时买两个段呢是4500，买三个段以上啊都是6000，同时买三个段是最划算的。明白了，那等于每个课时分别就是130、112.5和100。哎呦，小青妈妈，您算的可真快呀！那可以退课或者换课吗？哎，那小琴妈妈，您其实可以考虑办年卡。我们年卡是按课时收费的，不仅可以换课，还可以直接换班呢。你比如说，小琴她不想学钢琴了，那您可以去让她学舞蹈啊。而且啊，我们现在啊，充10000送2000，相当于打8折；充30000送10000，相当于打66折呢。那要充60000送30000的话，等于直接就是对半砍。这么算，还真是挺划算的啊。那如果说这课我们上不完，能退吗？当然可以啊，但是啊，我不太建议您去退，因为我们这边会收取一个您卡内金额10%的手续费。我比较建议您到时候可以转让。转让？比如说啊，我们年卡的有效期是6年，登记的是您二位的信息。咱们小琪呢不想学了，您和您的先生也有第二个宝宝了，还是可以继续来学啊。实在不行，咱到时候转让给朋友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但是啊，咱这一张卡下面同时只能有一个孩子在上课。那个6万块钱也不是一个小数啊。对对对。万一收了钱之后您跑路了怎么办？哎呦，小琪爸爸，您可真会说笑。那我们青睐这么多分校，这么多学生，还能因为你们这6万块钱跑路啊？对对对，确实，您这还真是。对了，那个教钢琴的许如月老师啊，那可是拿过很多国际大奖的。去年我们学校有两个学生还拿了国际比赛的金奖呢。许如月，我怎么听着感觉这么耳熟啊？你忘了，咱们之前一块儿吃过火锅吗？就跟亚楠他们那次。对对对。对，这徐老师，那我们还认识呢，是挺有名的人家，对吧？不好意思啊，小齐爸妈，刚才这边跟我说，我们6万年卡优惠力度确实太大了，名额限制已经满了。但是如果你们实在想办的话，我可以去帮你们申请一下，但是不一定能成功哈。这可以考虑一下10万的博鑫年卡，优惠力度很大的，名额只有3个了，有效期呢是10年。但是所有的课程呢都是保证单独一对一教学的。10万，只有3个名额了吗？对的，只有3个了。那确实得抓紧了。确实是挺火爆的。对。这样吧，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商量一下。对，我需要跟我老婆商量一下。行。那我们先带小齐去试听一下课。可以。那你们可以先去我们的画室看一下。好。有什么需要您及时联系我。好，谢谢。走了，小琪，我们去画室玩。我花那么多钱让你上课，你就是要哭哭哭哭，出不还不了吗？天哪，你出能量，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你给我下，回去我再收拾你。回去我弄死你！这都是些什么呀？真的是，你怎么能这么打孩子呢？这么小孩子，我打了自己孩子，关你什么事儿？自己孩子也不是随便就能打的，这里是公共场合，你打孩子本来就不对，而且在这还有其他小朋友，你要给人家造成心理阴影怎么办呢？就是，这还有别的小阿年，你也说这里是公共场合，只准你说话不准我说话了，我还说你说话影响我教育孩子呢。你那是教育吗？你都上脚踢了，哪有人这么打自己孩子？孩子不对。等等
小溪，坐好了啊，一会儿再玩。你刚才为什么拦我？我跟他，我们两个女的，我们再怎么理论都没事儿。你一个男的上来，我们两个对他一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在欺负他。而且你毕竟是一休总裁，也算是个公众人物吧。我都没往我自己这儿想。但是我想着你不是挺正常的吗？话说这么多年，你还真是没怎么变，还是看见不平拔刀相助。有刀不拔，枉为侠客。不过越活就越发现，这拔刀的快慢也挺重要。真的假的？那等我们老了之后，你口述我来动笔，给你写本《唐样拔刀学》。那你要美化我。那必须的。用上你最好的词汇。行。干妈，如果我妈以后是我，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哎呀，小七，那干妈可能会有点害怕，因为你妈妈呢，她是武林第一高手，我们都打不过她。好吧，那这个就不要带回去了。啊？为什么呀？不是你想买的吗？我妈说了，玩这个不小心摔成个傻子，连自己吃饭都不会了。那你还让我给你买块大的呀？我先放你这里，等我长大了，我妈管不着我了，我再来拿。哎，这小兔崽子，咱还得给他把花瓣拿回去。没事，小心你不花我花。你不怕摔成傻子？我滑板技术老好了。你俩真的别太宠他了，别的我都说了，这滑板是绝对不行。佳楠，你妈妈高中方为然就是玩滑板摔断了腿，万一摔到后脑勺变成傻子怎么办？我儿子不能变成傻子，这要说听他叨叨我就烦。他太能说了，不过还好，今天你陪我一起来的，这样咱们俩可以一起背锅。哼，锅就不必背了，不过我们可以把锅翻过来炒个小菜，喝点小酒，聊个小天，人生美好啊！来，干杯。我，哎，你还记得吗？咱们高中的时候特别流行那个。我记得呀，冯然当时玩这个把腿摔断了，然后学校就明令禁止带滑板进入校园。想当年我还滑得挺好的。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你现在老胳膊老腿的，还是别玩了。老胳膊老腿，我现在可是雄姿英发，少年意气。是真的假的？你都快而立了，兄弟。帮我拿着，干什么去？给你秀一把。哎，别别，啊，小石，你别冲动。你无论如何，你现在也是几十亿身价的老板。你要是把腿摔了，我怎么跟冯伟然他们交代啊？你以为我跟他一样四肢不协调吗？看好了，你悠着点，别冲动。会。怎么样，杨哥？凑合吧。来，你过来试试。我不试了，我别摔了。我拉着你扶你上来试试。哎，来，那要慢一点，我真不太会。我想想，来，踩上来。哪只？左脚右脚？小石，你我。来，求婚！不是。怎么样？大家都不行。什么？你怎么了？小心！你哪儿不舒服？有事吗？快点叫一下救护车，谢谢。你怎么了？